走位，离谱，重新来吧。先去把大门那边给开了，也就是外星人那个地方。今天的天气也是格外阴沉。我们在深山里面玩，但是电动车坏了，需要找到四个修理的道具。而且听说这个深山里面还有好多可怕的怪物。顺路拿上前面的电池，然后继续往前面的路赶。我们可爱的长发美女会在我们触发剧情或者拿到第一个道具的时候刷新，真是期待呢。开门后先来触发一下我们可爱的外星人，多么动听的声音。这一关不要急就行，因为这个小白比较聪明，会绕路，尽量等他离我们近一点后从另一边过去。然后打开一会通关的大门。想抓我吧？这时候长发美女会从左边区域出来，如果你前面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在小白那一关，就有一大片区域和她绕，所以不要慌。先去右边的石头上面，我们要从里面的山洞拿上一个油桶，身后的长发美女是不会进洞的，但是外星人会。我们要快点从洞穴的深处拿到油桶。我们每拿一个道具就会多一个怪物一直追着我们，但是怪物的攻击范围不是很大，所以平地绕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地方不是太小。OK， 拿上油桶，然后我们往另一边出去。路上遇到的电池可以顺便捡一下，我们一定要保持电量充足，不然长发美女会直接吐脸杀。想必听到后面的叫声了吧？拿完道具会有一只怪物追着我们，我们不要回头看，就让他追着吧。直接跳下来，我们还差三个道具。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小电动车旁边，然后往小电动车的右前方走，那里有一个迷宫。迷宫这类对路痴真的不太友好，比如我，可以多开几把来熟悉一下路线。进入迷宫深处，找到一个下坡路就说明你走对了。拿上前方的道具后会马上刷新一只怪在你前面，拿完直接原路返回。我先走了，顺便回头看看他英俊的身姿。别看他现在跑得比我们慢，等我们回到迷宫第一区域的时候，他会马上刷新在那边。这个路线一定要背熟，不能在迷宫里面浪费太多时间，容易出事。听到蝉叫就说明已经回到第一区域了，我们往左边走，因为之前往右边走和他撞脸了，被吓一跳。被吓了一跳呢，还好我反应快。OK， 我们成功出来了，顺便和迎面而来的长发美女打个招呼。上来后往右边走，穿过草丛，然后直接过桥，顺便回头看一眼，怎么不追了呢？既然他不追，我们直接进房子里面拿第三个道具，顺手捡一下电池，拿上架子上面的螺丝，直接原路返回。用膀胱看到了左上角的长发女鬼，打个招呼吧。好久不见哦。稍微和她绕一下，我们直接过去。直接往下跳，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我们就可以拿到逃离的最后一个道具。前面会有一个女鬼头突然出来，不过还好。OK， 我们走。这都抓不到我呀！顺着这条路出去，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的电动车那里。上我们的电动车直接走，抓紧啊！即使上了车，我们也不是无敌的，要注意途中有没有小怪。多亏我之前在家练了两年半的电动车，让我们成功逃离。